2020年刚刚开启，影视圈就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，继《仙剑4》和《仙剑6》的古偶仙侠大战之后，现偶剧《药99爱》也加入了激烈的角逐。这部由杨紫、范丞丞领衔主演的剧集，以横跨10年的青春爱恋为主线，展现了几位主角从校园到职场的人生轨迹。故事的主角丁宜昕、吴四、白庭旭和顾川。 他们的成长经历和选择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。这四人在校园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，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也逐渐加深。在面对事业、爱情和友情的抉择时，他们做出了各自的选择，而这些选择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杨紫和范丞丞的演技在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 他们将角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饰演的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，这种情感的真实和深刻，无疑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。此外，剧中的写实程度也非常高，让观众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，仿佛置身于主角们的人生轨迹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金世佳和王干岳的特别主演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他们的角色在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与主角们的命运紧密相连。金世佳和王干岳的出色表现，也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。《药99爱》这部青春励志剧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，更是一部能够引发人们深思的作品。它展现了年轻人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迷茫和挣扎，同时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 通过这部剧，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主角们的人生起伏，也能够从中汲取到生活的智慧和勇气。2024年1月20日，这部由金世佳和王干岳特别主演的青春励志剧《药99爱》正式定档。它的出现无疑为喜爱青春题材的观众带来了新的期待，让我们一同期待这部剧集在未来的表现，相信它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在影视圈百花齐放的2024年，青春励志剧《药99爱》凭借其独特的魅力，成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该剧由杨紫、范丞丞领衔主演，以横跨10年的青春爱恋为主线，展现了主角们从校园到职场的人生轨迹。故事的主角丁宜昕、吴四、白庭旭和顾川，他们在校园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共同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。 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也逐渐加深，在面对事业、爱情和友情的抉择时，他们做出了各自的选择，而这些选择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除了主线剧情的吸引力，该剧的演员阵容也备受瞩目，杨紫和范丞丞的演技在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，他们将角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让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所饰演的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。此外，金世佳和王干岳的特别主演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，他们的角色在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与主角们的命运紧密相连。《药99爱》这部青春励志剧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，更是一部能够引发人们深思的作品。它展现了年轻人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迷茫和挣扎。 同时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通过这部剧，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主角们的人生起伏，也能够从中汲取到生活的智慧和勇气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《药99爱》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让我们一同期待这部剧集在未来的表现，相信它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